哇，好香啊！哎，我说老公啊，咱几时可以吃饭呢？都快饿得不行了。急什么急啊？哎呀，很快就可以吃的了。爱你哦。本期爱探宅，我们来到了深圳福田的八卦岭，在这片旧改区见证深圳又一座千万级别的高端公寓的建立。穗宝一品能否和前海深圳湾的老伙计一比高下？又究竟能否俘获深圳年轻夫妻的欢心呢？我是爱探宅的汉达瑞，现在就让我们过去一探究竟吧。一个有排面的接待大堂，绝对能体现出开发商对它的重视程度。十六米的挑高大堂，霸气十足。从大堂到入户之路，沿途都是各种艺术摆件，每一件都是对你归家的 salute。 来到31楼的样板间，这是深圳少见的专梯入户，而迎接我们的是穗宝一品为业主专门定制的纯铜云纹装甲门，我们进去看一下吧。这是一套220平的三房两厅两卫，南北通透的现代新派客厅。房子净深7.4米，开间近6米，户型是长条形，客厅也是竖厅，这使得朝南的落地窗以及餐厅旁的采光窗都不算大，采光多少会受到影响。室内的美学以白色、灰色、大地色为基调，结合大量暖色灯光以及大量反光木纹护墙板，整体呈现金光璀璨的效果。这里的设计师团队就是香港的正中设计 CCD， 行业内公认的豪宅御用设计师团队。深圳有很多的这个豪宅其实都是他的作品哦。这个项目的定位是精致与烟火，强调高端的同时一定要兼顾生活化接地气。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豪宅内的软装，基本上全部都是 Fendi 的产品。 Fendi Casa 会运用奢侈品包包里常用的 Napa 皮和麂皮，再搭配高级面料和五金，把豪宅的质感延续到软装的细节上。这是来自 Hench 的 Type Light 系列。前面说到这个客厅的整体采光会偏弱，我发现它做了很多让人以为有灯带其实没有的地方，比如说电视的艺术墙壁的背后，各种台面下的开槽等等，如果配上更多的隐藏光源可能会更好看一点。这一集我最喜欢的还不是这些家具，你们猜猜是什么？哒哒哒哒，就是这款爱马仕的 Kernesty Critter 系列动物陶瓷碗碟，工艺细节爆炸。这么贵重的瓷碟，勉强配得上我们广东的干炒牛河喽。好正哦。好，爱探宅的传统，我们出去阳台看一下这里的地理位置。走，福田我来啦啦啦。阳台约9个平方，不大不小，不过听说他们是市场上第一个采用了港珠澳大桥定制的同款木板，防潮防滑还防刮。这附近有5个公园环绕，一眼望去全是山了。下面的这片红色的建筑就是深圳最好的中学之一，深圳中学的高中部。如果你的小孩读深中，可以从下面的地下通道直达回家，永远有热菜热汤等着你回家吃。这里是福田八卦岭片区，穗宝项目无缝衔接6-7号线的八卦岭站，也是深圳最为完善的配套区域之一。看我们视频的人有多少是有小孩子的，在这里呢，我就祝你的小孩每逢考试旗开得胜，深中实验外国语随便他选。好，我们现在去看看厨房，也特别有意思。进深7米的厨房和传统的中西双厨相比，大家有发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首先我们先讲讲它的硬装配置， Blanco 的水槽， Polyphone 的橱柜，只有豪宅才有的加格纳五件套，这些顶级品牌都是爱探宅的老朋友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中厨居然还有这块透明的玻璃墙。我们日常认知里中厨都是封闭式的，但是穗宝一品在中厨做了玻璃墙，比起常规这儿看起来完全开放，空间的通透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个设计我真的吹爆。厨房是最能体现温情的地方，能够和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对视，可以增加更多的家庭互动，更加温暖。哎，我说老公啊，咱几时可以吃饭呢？都快饿得不行了。急什么急啊？哎呀，很快就可以吃的了。爱你哦。这个厨房的后面呢有个生活阳台，这里面还有个保姆的专用电梯哦。好，洞区看完了，我们现在继续进去看一下吧。双主卧设计，再加一个次卧，3个房间全部正向朝南。这是一个足足36平的大套房，格局媲美行政酒店，开间就有3.5米，宽面镂一隔音玻璃，看山看城看夜景。
大家有没有发现香港的设计师就特别喜欢用这种反光的幕饰面，那你们会喜欢这种设计吗？有粘指纹，这个小单椅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是 B&B 的高端子品牌叫 Maxi Auto 的一个椅子。衣帽间和梳妆台也有独立的空间，还有专属的落地窗保证采光，专供女主人美美的梳妆打扮一番。老观众还记不记得这个东西？Polyform 的 Ego 系列的衣柜，它是来自意大利的顶级柜体王者。那看过视频都知道我是 Polyform 的铁粉了。我们再去卫生间看看，这里就跟所有的五星级酒店的行政套间一样了。卫浴方正又奢华，双台盆设计不仅干湿分离，而且还是明窗。杰士的水龙头，维宝的水池，卡特雷诺的浴缸。下班后回家泡个澡，顺便再看看窗外的风景，简直是深圳打工人的治愈神器啊。好，我们现在去另外两套次卧看一下吧。这间是儿童房，当然不打算要小孩的夫妻也可以考虑做成书房。隔壁就是客卧或者长辈房，有意思的还是这个玻璃卫生间，我会推荐使用毛玻璃啊，这样同样能保证暗卫的采光和隐私。好了，这套豪宅我们也看完了，小伙伴们还喜欢吗？我们之前拍过很多前海和深圳湾的豪宅，其中不乏很多让人心动的项目，但是今天的房子却从一个全新的切入点打动了我，它就是精致与烟火的理念。精致点在于它高品质的生活方式，未来还有空中会所以及连同深圳体育馆的连廊，而烟火则在于它极为接地气地解决了真实人类在生活中的痛点，比如说成熟的不能再成熟的教育医疗配套以及极为便利的交通出行等等，尤其是对于有小孩的家庭来说，这些可能才是刚需，更何况这个片区还是城市更新六大项目的重点之一。当然深圳寸土寸金，哪里都有豪宅项目，如果你喜欢海景，选择去前海和深圳湾确实不错，如果你更多考虑的是成熟的配套和相对低的溢价的话，那么福田就是首选了。那具体怎么挑，小伙伴们就要看自己的需求了。目前呢，穗宝一品更多的是以奢改居住型的年轻夫妻为主，生活和工作的范围基本上也在福田内。那我们都知道地段的优势啊是不会消失的，而好的生活环境则是一种天然的安全感，这比那些虚幻的附加值要有意义的多了，你说呢？好了，我是汉拿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